啊，我们控的方式呢，严格的分类啊，一种呢是高温高氮，我们要强控；第二种呢，往常呢哈，它就是阴天啊，短期的阴天我们要弱控，然后还有一个呢，长期的阴天我们要强控。我们2015年的时候，我们在泸州啊种番茄，70天不见太阳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有多少座强控？不准长啊。